后来新闻首先来关心，即卖外口面毒品一直伫咧进化，彰化警方根据证据是来前往桃园市一处毒品的分赃场来掠人。现场是来查到蔡红芬720支毒品加币包64包，嘛当场来掠到君子接毒的男女，总共有12个人。有些经历破门，拢已经被警察抓到啊！嫌犯又搁假做什么都唔知。这是什么物件？你先来看。我不知道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打开给你看。搁在详细搜查了后，是在搜出小青彩虹烟的新型毒品。这什么东西？大麻烟还是彩虹烟？警方表示，日前经过线报，一路追查到桃园市的平顶区一间铁动技术室毒品分赃场，而且检察官取得搜索票了后，动员将近20名警力破门抓人，规间厝拢是毒品的气味，当场将12名当地的吸毒的男女逮捕。那这个彩虹烟哦，它是我们列为第3级的一个毒品哦，它是新型毒品。那这个彩虹烟它的成分哦，它分为有这个抑制剂跟兴奋剂结合在里面，那它里面有最主要的是成分有卡西酮还有这个 ketamine 安非他命FM2 摇头丸等等许多的不明的这些毒品掺杂在这个彩虹烟里面，那可以说是一个毒品的一个大杂烩。警方表示，彩虹烟的毒品成分相当复杂，毒性真强，呼吁青年朋友要提高警觉。来路不明的烟甲饮料千万唔通食，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，耽误着一世人。多张新闻，中山彰化彩虹报道。